马上完事儿，马上完事儿，你就非得逼我骂了，好好好，完事儿了，完事儿了。不是你一天天啥活都不干，那玩那游戏有啥意义啊？我就问问你，打发时间嘛。那不好玩。哎，这里面不都是你的衣服吗？你管谁衣服呢？你赶紧给我挤了，给他放这，快！着什么急？哎呀，你看全是沫沫。为啥全是沫沫？我刚才是不是让你投来着？看来这全是沫沫。快点，快点，我着急。好好好，这着什么急？哎呦妈！那瞅你干活，我那上火。好了，你快点啊，把这赶紧给我整了。咋样啊？你没事啊？我都难受死了。那你咋就喝成那样了呢？哎，别提了。给我打个吊瓶吧，行吗？打个吊瓶行吗？你药吃了吗？刚吃完，然后估计挂吊瓶那天就好了。真是服了你。你自己拿出来一瓶了都，嗯，你在哪儿啊？喝多少啊？我都不知道喝多少了，领导就跟个傻逼似的，我都说我不行了，不行，一个劲让我跟别人敬酒敬酒的，
后来我都不行了，你猜我们领导说的啥？啥？哎，他说你就这点酒量，太给我丢人了。你不知道当时。那他个傻逼，你就跟他喝啥呀？不去不行啊。那我有什么办法呀？我咋能不去啊？我们有单位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真是。你以为我想喝吗？那不想喝就不喝呗，不喝他能把你咋的？他是不能把我咋的，那以后在单位混不混了？啊，本来就够难受的，一点都不理解人了。我不理解你。本来就是每次在单位都够难的了，每次回来就知道说我。那我不是也是听着我马上就回来了吗？每次回来跟我态度就不能好一点。那你老这样式的，我咋跟你态度好啊？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，然后就告诉我就是什么往上爬，我就不愿意听你这些事儿。那因为我想难受啊，看我难受你不心疼啊？每次都这样。心疼不心疼？我他妈回来干啥？你先把你那个血管摁着，我那个皮套没了。我这好长时间也没给你打了，我也不太会。感冒去，摁了吗你？这细，这血管也忒细了。再使劲儿，使点劲儿。长骨了。晚饭吃了吗？没吃几口，你以后吃点啥呀？我给你做呀，还咋的？吃不下，我轻点。行不行这样？行。哎呦我天，太细了，专业的护士都给你整不上了。那明天请不请假呀？别去了。不行啊。明天还要正常。还是早上7点就得走。我觉得我要死了。这脸喝的，那现在这，哎，没说睡觉好吧？你能睡着吗？没事。我还有剩的衣服没洗呢，我先去洗衣服去了啊。你就在这躺着吧。对了，那个我去上海那时候差不多定了。挺好，你先躺着啊。
姐，这衣服顾客不要了，能不能给我呀？不能。顾客给我打电话了，他明白说他不要了。那咱们每店里每个员工都说顾客衣服不要了，我都能给吗？行吧，看你平时表现挺好的，一会儿你找我填个表吧，然后签个字。谢谢姐。没事，那我先忙去了。好。首先我得自己租个房子吧，然后再找工作，唉，一堆头疼。怎么说，上海也是个大城市嘛，你现在也年轻，先去出去闯闯吧。然后你在这儿干干几店也是，你去那儿找一个包吃包住的，先干着攒点积蓄，那不也挺好的吗？那能有包吃包住吗？哎呀，肯定有，你先过去嘛。你连试都不试，现在就在这纠结，有什么用啊？我觉得上海挺好的。哪好？至少比这儿好吧。也是，人家也是大城市。哎呀，大城市不是压力也大吗？压力也大，斗志也大呀。你在这儿，压力不大吗？姐，我想问个事儿。我要是出去一段时间的话，我能请假吗？你要上哪儿去？我还没定呢，我就想先问问咱这有啥规定不？请假最多能请多长时间？最多一周。最多是一周。对。行，那我知道了，姐，你先忙吧。干啥？想让你有个反应，会
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不是人，你他妈是不是人？我告诉你，这钱我不拿，别再烦我。咱们有啥话当面，咱也是有交情。咱把什么事都说开了，是不是？有啥话当面。告诉你们，我最后一遍去你家，也最后一遍跟你说这些事儿，你今天跟我说清楚了，再也别烦我。来来，喝酒。你要没吃饭的吗？你有啥事儿赶紧说。你一会儿再说，一会儿再说。去把饭吃了，姐给你盛饭，姐给你盛饭。哎呀，我不吃。你快坐那儿，我这是正忙着呢，正做菜呢。你快上那儿去，把饭吃了。快快快，坐那儿，姐给你盛饭。你快点。来，先把饭吃了。你快吃口饭。我啥事儿吃完饭再说。来来来，来水果吧。不是，哎呀，这你别碰，韩哥跟这韩哥整的这跟整牛，回来来吃一口，吃一口，来来吃一口。嗯，我不吃。咋的呀？这是啥意思啊？不给我面子啊？叫你吃一口咋的呀？这么多事儿呢？就这不一样，我跟你说，没你不办法的。别管了。这这话说这话咋的？家里头老就这脾气，老他妈给我整事儿，你知道不？我他妈这整点酒，话说这家里他家里人他妈都他妈我他妈的管，这他妈他姐他家孩子吧啥的，就都这就这事儿的。省顺序，别说了。说啥呀？都在他妈酒里的，还他妈说说这那的。能不能快点，姐？你快吃，先把饭吃了。吃了，我这马上就完事儿。咋的？叫你吃点饭，咋这么多事儿呢？啊！我不吃，我得跟你说多少遍。你说这事儿呢？他妈的，一天他妈的是什么玩意儿？他吃点饭，他妈就这事儿了。他妈我给他夹点菜，他妈的嫌我这事儿了。我他妈就嫌你脏。嫌我脏？我他妈不嫌你他妈脏的。小心。你那孩子往哪儿扔的？哎，你不知道吗？在外他妈的掐他妈扯，你他妈同性恋，他妈的往你这掀的。啊，别这样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说啥呀？说呀，别说，说啥？就这事儿，他还能行啊？还他这在家里头，在外他妈他也那样事儿的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哎呀，我这事我朋友来，我给你点面子，我咋？你他妈连面子不给我，就不欠欠的。那你吃点饭咋的？这么多事儿呢？别说，别说，嗯，哎呀，这你让他喝酒喝酒。咋的？咋的？来，瞅啥呀？叫你吃口饭呢，这么多事儿呢。还让你吃，让你吃。别别别！哎哎哎！给你不下火了啊！有啥事儿你就说呗。老子死去！快点快快！哎哎，别死！知道咱们店里最近进
的单子少，价钱到了，正好你也说你想出去一趟，要不等冬天店里忙起来了咱们再联系吧。给你拿我今天给你带了那个西服裙儿。什么呀？我们有一客户，他说那个他不想穿了，然后让我们捐了。那我看挺好的呀。挺好的呀，怎么不要了呢？嗯，真好看。好像什么生完孩子了吧？那个穿不进去了。试试，我觉得你穿上肯定好。这个料子也挺好的，我肯定能穿。嗯，正好适合我们上班，正好出去上海的时候给他带着。对呀，对呀，你现在穿上试试。嗯，晚一点再试。有点累了，晚一点再试好吗？嗯，行吧。嗯，就收拾东西来。嗯，我收拾了。我就想着跟你走，我不在这待着。小丽，我想跟你说点事儿。有啥事儿你说。就是我们这次去上海不是好几个同事一块儿嘛，嗯，然后单位统一安排的住宿，我们都是挨着，如果你去了可能会不太方便。之前我也想了咱俩到时候一块儿还有个照应，我可是今天听领导那么一说，觉得你要去的同事看到怎么办呀？要不也没有几个月，你在家等我好不好？过几个月我就回来了嘛。嗯。怎么了？不开心了？嗯。怎么了？你咋的？别这样，有什么说呗。美丽，干嘛呢？别站！能不能不这样啊？美丽，你别拽我，听没听见？我在好说好商量好吗？我又不是不回来了，又不是不带你，能不能不这样？你不就是不带我吗？你知道你刚才说啥吗？我不也是不得已吗？你以为是我不想吗？对，就你不得已，所以别来碰我，明不明白？永远都这么不理解我。对，永远都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高兴了就高兴，你不高兴就冲我发脾气。我冲你发脾气怎么的？你怎么这么自私呀？你要对我好的时候我就得接受，是不是？再他妈给我摔一个！我摔一个怎么的？傻逼！
美丽，我在你家附近的 KTV 呢，过来呀。
天呀，这你真吐了，你这，哎呀，哦，这咋整？到地方你先吐了，吐外边都是。哦、哎呀，这咋整？啊，这你咋得给我扔俩钱刷车呀？多少钱？咋得二百块钱？什么？二百，二百。没有600块钱，没二百你给我算了。嗯，没有工作，没有钱了。没事没事，我们掏，我们掏、嗯。我这我掏我掏，来谁给都行，谁给都行，来。200块钱，没事没事啊，我们掏。二百不多呀，这车费，在家说车不多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没事，小雨快点，带他下去。没事，我们掏，来来。来，我们回家了啊！回家，快快快！你扶着点啊，我现在下去。来，我扶着。啊！200块钱没事，我们已经付了，已经付了啊，不用担心。没有工作了。别哭，别哭。没事没事，别哭。马上到家了，别哭别哭啊！你昨天可狼狈了呢，不是呢？吐一车。嗯。嗯。我想起来，是不是还陪着二百块钱？嗯。我是说给桌呀。哎，还得拉人呢。这洗个车也多少钱呢？跟他们吵有啥用？这是不是那个谁拿的钱？你拿着。啊，那个小雨拿的，我到时候咋给他？啊，不用了。哦，嘎，天哪！哎，不要。我可没你那么能塞。你看我是不是让你先放蔬菜了？蔬菜。你看一顿先。我这不正在放蔬菜呢吗？我放呢。你得先把蔬菜压下去。你看，哎呀，我这干豆腐，一会儿老板他们揍你。喝完酒第二天就得用麻辣烫来解酒，真理。完了，病得不轻。哎呀，快吃。嗯，胃难受，这不，胃难受啊？嗯。是吐的，有点太辣了。那你少放点辣。呀，我都是正常的。美丽，去哪儿啊？去单位。去单位，我给你跟吴丹买的早餐，馄饨。啊，我俩吃过了。吃过了。嗯。我们昨天喝多了，吃点那个。把那个什么？怎么了？钱给你。不用了。来，啊，快点，快点。先走了啊！我陪你去吧。不用。自己去多没意思啊。小雨，我不喜欢男的，然后吴丹喜欢你，所以咱俩别有什么来往。我觉得你是对我误会了，因为通过昨天，我觉得你人不错的，正好我们店现在正好缺人，我希望你能跟我成为同事。你好，
接。哎，来了。嗯嗯。21415。坐那儿。8-1，吧台15。8-4，8-6。嗯，吧台15。姐，我想跟你说，能不能别辞退我呀？我现在没找着合适的活。21415。完了，之前那个事也黄了。关键是你走以后，你的那个岗位已经有人补上来了。吧台是我。那做个兼职行不行？咱们现在活儿都不咋好，现在的人手还多呢。那啥时候能忙活点，然后我来行不行？哎呀，现在生意都不咋好，你看咱们外边挖的，这样都影响咱们生意，本身客户就不咋多，活儿也不咋多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活好啊。这样呢，你要在家等着，不影响你吗？多少？454号。嗯。123。8-16。你要不然这样的吧，就是等到咱们同行业谁家要是招人的话，然后我给你打电话告诉你，好不好？行，谢谢姐。没事，拜拜。拜拜。啊，吴大，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。你说吧，啥事儿啊？今天那个小雨跟我说，他们天天手机在招人呢，完了问我愿不愿意去。我寻思，我先问问你，你要是觉得膈应，我就不去了。真的，哎呀，我坐你车，是好事。下一次再帮你问问谁，明天就去啊。那行，那等我发工资了，我请你吃饭啊。那必须，跑不了你、啊。那行，那你早点睡吧，拜拜。挺费电的。天亮今年的 S8 也是用了最新的高通骁龙835充电，它的功耗比之前降低20%，所以你长时间使用不会担心电池，并且它一小时能充满，充电非常快。挺滑的啊。这个边这么滑，万一掉了，挺心疼。我们屏幕是有6个月的意外险的，在6个月之内，如果您这边有裂痕，我们是可以给您换的，只要您拿那个500块钱的人工费，我们可以换一个全新的屏幕。这价格是64G 的是6188，128G 是6988，有点贵呀、好是好，是我们这个处理器非常好，网上可比这真是便宜多了，网上售后肯定是不如我们的。你咋才回我呢？我没听到呀，一直忙来的。别总因为这种事跟我不高兴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你啥不是故意的呀？你都多少回了，我给你发微信也不回，打电话你也不接。那你说不都上班吗？你有你的事，我有我的事。我因为这种事计较来计较去的，能不能成熟点？啥叫我计较呀？就你成熟。你成熟就可以不理别人呢，你现在怎么这样啊？那行吧。对了，我今天我们那个经理说了，我不是干了能有1个月了吗？说现在可以有什么员工内购价，你要想换手机的话，你就跟我说吧。员工价都不一定，有的时候100，有的时候200，反正都不一样。那还不错，我那天在网上看手机来的呢，1点折都不打。对不起啊，我这几天实在是太忙了，要不然我早就给你回电话了。我要是不想跟你，
我在上海给你买了好多礼物呢。真假的？你现在还想着我呢？当然想着你了，等我从家里就来，就给我好好熟悉一下这边的环境，也好好干着，学习什么的，别太那个了，咱俩好好相处，好吗？嗯，行。你别忘了啊，以后早点回我。想挂了。嗯，拜拜。我说天天大卖，大家一起跟着学一下。天天大卖，天天大卖。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我看你那天上我家去闹，你不闹的话，我能让你姐夫把我俩给我打出来。看他因为啥打的你？因为我打的你，还因为你那点破事他打的你啊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不是你那天上我家去闹的话，他能打我吗？你看这块都给我打青了，嘴上都打坏了。你再撸，给大家都看看，你再撸上去，你害怕臊吗？你打这样我都上不了班，我孩子也送不了，你看怎么办？他打你，你找他去，你找我干嘛呀？看我现在家也回不去，你以后想想办法，你咋的？这俩月你得管我，我得把伤养好了以后，完了我再出去找活。凭什么我要管你啊？那不管咋的，这孩子是你的。再跟你说一遍，你少跟我提孩子的事，这孩子怎么来的你不知道吗？你俩生不出来孩子就让我。闲事你就别说了，别当孩子面说人，蛮伤人。是你俩把我害成这样的，你想害到我什么时候？又来找我干嘛？以后就再不来找你了，你帮帮我吧。先帮帮我，我找个房子住，完了那个以后再找个工作，伤好了，你看我现在还得上医院，一分钱没有，你帮帮我吧，美女，我再不来烦你了。告诉你，我没有妈，也没有爸，也没有姐，别再来烦我。你刚才是不是说再也不来烦我了？再不来烦你了，你给我路上来。路上再也不来烦我了，你放心吧，以后我和你姐夫再不来烦你了。还有谁？我们三口都以后再也不来找你了，你就帮帮我吧。他叫啥？谁不来烦我了？我和娜娜还有你姐夫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孩子好好养大的。你再帮帮帮帮帮姐吧，绝没有别的办法。干啥去？我拿卡去，你站着别再过来。这个月的先给你，我下个月我直接给你打卡里。你把那个账号给我发短信拿过来。行，别再来找我了。行，谢谢美丽，谢谢你啊。姐今天来店里了，说她跟娜娜都被撵出来了，
因为我，我要管我要钱，那实在没招儿，也把我这个工资先给他。没手机，我再过几个月给你买吧。手机都无所谓，但是你那个姐呀，咱说不通，能不能离远点儿？以后楼主就多了，真是愁死愁死了。对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今天公司发了个通知，公司要买一笔阳光私募基金，就是所有的员工都可以不限额的集体户口，比正常的存款利率什么的都要高很多。是吗？那个利率得多少啊？根据以往的业绩的话，我们也有两成的收益吧，高的话可能会更高。一般这样的在市场上卖的话，怎么也得是100万起的，而且还不是100万能买的。那行啊，咱俩一块儿买呗。我今天看一下我卡里头，还剩个3万块钱呢。行，我看看，我明天早上吧，明天早上给你也打过去。嗯，行，我说立刻就买了。对了，我跟你调个长途班的事儿，到时候咱俩就能见面了。是吗？那我去接你啊，那天给你做好吃的。美丽，你去吃饭吧。那这么快呢？习惯了，每次都这么快。那我先去了啊。美丽，有人找你。找我？对。谁呀？一个男的，挺着急的。哦。赶快赶快快点快点，美丽美丽过来，要不很生气是吧？别生气，先生有什么事你可以直接说啊。你姐呢？美丽不知道。你姐领孩子都走了，你上哪儿去了？你这一天天的我这找不着她，你干啥这一天呢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那找我干什么呀？我跟你说啊，经理啊，就这样事员工你不能用啊。先生，你先把烟掐一下子。不行不行，你把烟掐了，这事解决了。就你在这嘎子，这个事儿讲的不行，我告诉你啊，就他这样事儿的啊，在这嘎子呜呜喧喧的，在这嘎子一天天的领了
孩子以后咋的，连媳妇儿都没了。我这事儿，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。我这事儿吧，事儿是我得给你讲这事儿，但是说啥意思呢？他吧，就是说也得不正经，跟他姐一样，知道不？哎，你有病啊！有病不有病是你的事儿，啊。没事，你先消下火，你要有什么事儿，咱们可以私下解决一下子。走不了，把事儿给我解决了，经理，听不着。怎么了？不好意思，你要先别生气。不好意思，我先不干。你要有什么事儿，我能帮你的话，可以帮助你。那我先走。美丽，别怕我。这你姐在哪儿呢？你给我说明白了。滚！我跟你说啊，我给你限你一天时间，你赶快把这事儿给我解决了，要不的话，我明天我跟你们还找你。我告诉你。你拿好，正好，您正好了哈，哎，嗯，正好，正好哈，嗯，谢谢老板啊，哎，过来啊，哎。来了啊，找我咋的？啥事？想跟你说个事儿。就是我觉得小雨这人挺憨厚老实的，然后我俩就决定在一起了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然后还有一个事儿是，我俩商量了一下，然后准备去上海发展了。嗯，啥时候的事啊？就前两天我俩就唠了一下。嗯，我想着还是去上海发展一下比较好一点，不想在这个小地方待着了。嗯，然后我现在最舍不得的就是你。嗯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舍不得把你一个人放这儿，嗯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你不一直都挺想去大城市的吗？那你怎么办呀？我没事儿。哎，我真没事儿。
今天你们就回来了。哎，别哭了，我放心不下你啊。那呀，挺大人了，都啥放心不下的，没事儿。你俩挺好的，真的，他人也挺好的。也不能让你吃多少苦，你俩去了，但真的，你不一直都想去吗？我是想去，但是一想到你，我心里不舒服。你管我呢？你去好好工作。那啥时候我就过去找你去呗。你要是那啥的，也过来找我呗。哎呀，没事。那俩定了吗？啥时候？大概啥时候走啊？今天晚上就走了。今天晚上就走。嗯。那那啥，行李啥的都弄好了。嗯，他现在在那收拾。那那儿的住的地方，啥的，你俩安排好了吗？我俩想去那儿再现找。现找，现找能来得及吗？可以的，那边也有朋友。那工作的地方呢？工作的地方去那儿慢慢找。就想先去看一下。别哭了。哎呀，挺好的。我还是现在特别高兴的，你能走。那你父母那边都没事哈？嗯，都说了。嗯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那我今天可能送不了你们了，我晚上李文还得来呢。你俩行吧？等我在上海发展好了，一定把你接过来啊！你自己好好的啊！好舍不得你哦。我也是。你好好的就行了。海都热死了，又热又闷，关键是特别潮，你知道吗？可不舒服了。哎呀，但是你穿的太少了。我跟你说了吗？长春现在可冷了，尤其到晚上。还行吧，还好，稍微虽然有点凉，但是我没带外套，没想到长春都这么凉呀。我之前就跟你说了，冷，才十几度，也顶天顶天十九。没事，放心吧，没事。
感冒。这啥呀？送你的。呀，好看吗？嗯。你有吗？有呀。啊，那我就带这。是打一人一个。嗯。正好，好看吧？我就觉得这个你戴正好。嗯，那就你戴。那好看。那我就戴着呗。你在哪拿手机呢？嗯，这不在上海吗？在上海也不能一直用我之前那个号啊，都长途，弄了个上海的号。你之前那个不也是什么全国流量的吗？那个卡不合适，这个在上海当地用特别合适，然后就买了一个。这是哪个呀？这是新的。嗯，为啥没跟我说呢？哎呀，天天忙得要命，哪有时间说呀？你今天有人给你发短信呢。这黄的，嗯，我这穿不了。你赶紧给我发给我，是没有啊？嗯，玫瑰花都沉到下面去了。啊？后放。嗯。嗯，够不着了，够不着了，是不是手环呀？嗯。好，是这么放的吗？嗯。好美呀！这钥匙这感觉，之前放早的，放早的坑里，关键是没这么洗过呀。
Thank you.
你也不是什么好人，来我这装什么纯？我钱呢？什么钱？我钱呢？忘了，让我还信用卡呢。是不是怀孕了？怀孕怎么了？你还生过孩子呢？这回真做错了。我美丽，美丽啊！哎呀！啊！